Hurry!调皮了，师傅。近日，又一批知名动画片相继消失，全世界动漫公司陷入恐慌。灰姑娘的水晶鞋、黑猫警长的摩托、米国队长的盾牌神秘失踪，现象发生的原因至今不明。各大动画频道均已停播。全世界都被蒙在鼓里了。终于到手了，老板。新来的靠边站。怎么样，满意吧？果然没让我失望啊！新来的，你们这一票干得不错啊。老板，我问一下啊。你是怎么把我们传送到动画世界的呢？告诉你们个秘密，动画世界其实就是另一个平行宇宙。而我所做的就是利用科技的力量，创造连接各个平行宇宙的空间隧道，也就是虫洞。虫洞，对，我们可以利用虫洞自由穿行于动画世界。哇塞，我的天哪，你快看这些，哦，还有那些，哦哟，这不是钢筋侠的全套吗？哎，老板，你真的是神通广大，这么多东西我好喜欢哦。瞧瞧，我要的都齐了。在熊出没的世界里还有一个叫金鹿角的宝贝。金鹿角，哼，管他什么鹿角银角，既然是宝贝，那就给我弄回来。老规矩，准备好酬金。抢不落。
Coco， 来啦，教授，需要帮忙吗？你拿去分析一下。好的，教授。风格古拙粗犷，又不失庄严。喝点水吧，教授。这个就是他们信仰的神鹿图腾。每一只鹿死去后，鹿族人就会把他们的鹿角供奉在这里。很明显，鹿族人并不只把他们当作伙伴，更把他们视为神灵。教授，有发现！拼一个春夏秋冬，换一世无怨无悔。有道理。因为有悔，所以披星戴月；因为有梦，所以奋不顾身。人无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区别？对，梦想就从现在开始。嘿，咸鱼也要跳龙门？有。熊大熊二，看你就是条千年大咸鱼。站住！我投降，别跑！洞内随时有坍塌的可能。别有洞天。有发现。该你出马了，迷你 Coco。追！哎呦，笨蛋，等等我！
住，郭图强！别再追了，郭图强，给你站住！你是跑不掉的。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成功之路里说过，遇到困难不要轻易放弃，因为你离成功可能只差一步。要成功，先发疯，头脑简单向前冲。给我个支点，我将撬动地球；给我个机会，我将扭转命运。说得太好了，我要扭转命运。命运，俺们已经看到了。别看我现在没钱，我一定会改变命运，成为最有钱的伐木工。那不还是伐木工吧？哎，伐木工好像跑了。追！哦。你站住！兄弟，你是啥呀？兄弟，他们是啥人呀？不知道，反正不像好人。是那两头熊。老大。抓住他！说，咱们去看看。不。爷，这是啥呀？我哪知道？淡定，我这不是在给你修理吗？修理？你的外壳坏掉了，控制芯片也出了点问题，回头换个就好了。你是设计师吗？不是。机械师？不是。你是物理学家？我是屋子里的学家。那你也敢来修我？告诉你，强哥，我可是这儿远近闻名的修理大师。我可不可以选择关机？求你计划好了再来修我。难得我强哥当一次活雷锋，居然还挑三拣四的，哼！哎，光头强，俺们找了些零件。哎，光头强，小机器人修好了吗？哇！哎，好可爱呀！哇，爸爸，哎，放慢点吧。要是能修好我的话，黑猩猩都能写出哈利波特了。你说谁猩猩呢？你叫啥名字呀？啊，我是 Coco 503号，履带是钛合金，探测型考古机器人。啊，这样呀，那就叫你小铁吧。请叫我 Coco。好的，小铁。你来这儿干啥呀，小铁？为啥会被坏人追呀？啊 ，Coco，
记住，是偷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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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偷放开我的语言中枢，你这个蹩脚医生！大功告成。喂，你干什么？俺给制造点气氛。蹩脚医生，我的芯片是邦特出品的，履带配备了动态感应器，外壳运用了航天局的记忆合金，你给我装的是什么零件？当然是哟哟啊恰克闹，当然是美的音团结臀这臀配件。哎呦不错哦，呵呵，你是小孩子吗？一把年纪装什么嘻哈少年。我们本来一行有四个人，也不知道是哪个讨厌鬼造出个这么讨厌的机器人，就连他连句谢谢也不知道说，哼，没礼貌。我必须要赶在坏人之前找到遗失的宝物。宝物？没错，那就是鹿族流传了几千年的金鹿角。什么？金鹿角？难道我人生逆袭的时候到了？鹿族。我要去保护金鹿角，先走了，再见。等会儿啊！你说鹿族？等等！站在你面前的就是我群里最有名的考古专家，郭图强。Of course。从现在起，我就是你的搭档，让我来帮你一起寻宝吧。郭图强是咋的了？不知道。不是献殷勤呗？好吧，你就一个人去吧。你在荒郊野外坏掉，你会想起我的。我身体好着呢。金鹿角被鹿族人藏起来了，线索应该就在这幅壁画当中。哎，熊大，你看得懂吗？看不懂。那你就放心了。呵呵，你们当然看不懂了，考古可不像掏蜂窝那么简单。掏蜂窝可难了。我想有个人应该能看得懂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鹿族的祖先原本是森林里的猎人。猎人？不错。他身手敏捷，精通射箭。哎呀，可谁知道，一年冬天，那家伙那大雪下的呀，是把整片山林都给席卷了，天地间可以说是一片死地。就在猎人饥寒交迫、生命垂危的时候，一只神鹿出现了。他二话不说，托起猎人是一路闯关呐。后来，神鹿是精疲力尽，倒在了地上。刹那间，四周的冰雪消融，变成河流，雪原变成了绿洲。猎人，他得救。但是神鹿的身体消失了。只剩下金鹿角，同时他的后人们自称为鹿，世世代代与鹿为伴。你好好，你还没说壁画，你急啥呀？那不搁后面的吗？这地方表现的是鹿族人在驯鹿，这地方呢画的是鹿族从北方迁徙南下的一幅地图。据我的推断，你们要找的宝贝就在这冰川底下。这冰川到底在哪儿啊？从小镇出发，一直向北走，你们会看见一片古老的森林。这冰川应该就在森林的深处。啊？
冰川森林，不就是俺们小时候去过的地方？你们知道这片森林？太好了！别怪我没提醒你们。阴路角可是鹿族的圣物，谁要是拿走它，会大难临头的。都把你们几个吓的，那种话鬼才信呢。你真是吓坏我了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关门了，明儿再来吧。机器人去哪儿了？啥？不是，你们谁呀？相同的话，我不想问第二遍。干啥玩意儿？放下我天水化石，听见没？只有我们知道。想不到俺们又回到这儿了。Coco 啊，聊聊金鹿角呗。不。熊大，你到底认不认鹿啊？小时候妈妈带俺们住过一阵子。对不起啊 ，Coco， 我不是故意的。你不是故意的，你是有意的。你要怎样才能不生我的气呀？这种情况下，你们人类常用的处理方法就是跟对方绝交。绝交？没错。跟机器交流真费劲儿。你还是回家吧，反正你也是多余的。多余？我一路上任劳任怨的帮你，你说我多余？我有请你帮忙吗？没有我，你就是对费姐。我是钛合金的。你就是个自以为是、目中无人的家伙。说了，我要跟你绝交。绝交就绝交。不要吵了。都走了两天了，熊大，到底认不认路啊？应该就在这附近呢。哎，走不动了。熊二，你能离我远点吗？水都溅我身上了。哼！哎呀，真舒服啊！哎，那块石头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哎，接起来了！熊大，哎呀，熊二。这不是俺们小时候挠痒痒用的石头吗？哎呀！
去前面看看。行了，慢点啊！你们等等我。哎，熊大，你记不记得这儿呀？这是俺们躲猫猫的地方。对，就是这边。哎呀！这……哎，熊大，你咋停下来？这不就是当年那个大坑吗？记得这里。熊大咋办呀？俺们被困住了。哎呦，抓着俩熊崽子。熊大，有人。小心熊二。挺活泼的嘛，抓活的。大哥，不好玩。这么好，嗯，他们还很记仇。小铁，哥来。熊大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快点，快点！哇，就是这儿了。老大，咱们进去了。走。等等我。这里的冰川诞生于地球最后一个冰河时期，距今已经有200多万年。这个符号。这也有，这些符号里应该暗藏着什么？需要我帮忙吗？需要，离我远一点。熊大，这些是啥呀？俺也不知道啊。小铁，你知道这些编著？这家伙真不讨人喜欢。我们可是来帮你的。这块冰片被打磨过，打磨的冰片，阳光，我知道了。你不是不要我帮忙吗？帽子不要了。我的帽子。回来。乖乖待在这儿别动，能不能找到金鹿角，关键就看你。别动。你还没说要我干嘛呢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，一定不能动哦。Thank you.
蛋，熊蛋，发什么蛋？嗯，哇，耶！这是张地图，里面记录了金鹿角所在的位置。这样，马上就能找到金鹿角喽！让开！有！地图给我们了。啊！你。对付野兽，我最擅长了。
别伤害，俺这是路过的。小铁，小铁，没事吧？哪来的野丫头，竟敢坏我的大事！把地图交出来！天尊！有话好好说。这就跑了，谢谢你啊。他咋走了呢？他到底是谁呢？十有八九是陆族人。这不科学，陆族人早就消失了，我的资料库可以证实。哎呦，你的资料库在这儿不一定好用。走吧，还得赶路呢。到手了，我们遇到了点麻烦。这可不像是你们会说的话呀。敌人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，除了光头强和两头熊之外，还有个机器人，还有个小萝莉。你机器人萝莉，好可怕呀！再给我们一些时间。我真的好害怕呀！看来你亲自出马了。停下来找点吃的吧，俺走不动了。
好饿呀！你们哺乳动物的续航时间也太短了。嗯，好苦呀！奇怪，这些植物我在古城里怎么都没见过呀？小姐妹，你不是说这是软藻猕猴桃吗？真不科学，真不科学，真不科学！这个叫山莓，又称悬钩子，主蔷薇科。果肉鲜美，可以使用。鲜美，来了！哎呀，哎呀，鲜美长腿了！哎呀，哈！熊，这不科学。这是。这边。哈密瓜。小姐快跑！那边可以爬上去。小铁呢？这不科学，这不科学！我的资料库里明明储存着地球上所有的动植物信息，所有的矿物及地理资料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不科学，这不科学！我说，你这超强大脑也不够用了吧？一定是你把我修坏了！我还后悔把你修好了呢。这里有吃的，好吃的！哺乳动物。这里面有大量的强酸物质，不能使用。他是在提醒我们。哎，那个可以吃。来，那个好吃。我永远不懂你们这些吃货。研究研究，小铁，这么好吃的东西，你吃不了啊！小铁，酸死了！哎，老板，你好像很喜欢这里啊！哎，老板，哎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啊！光头强，这是咋回事吗？我怎么知道啊？肯定又是小铁。你们可能是我，一定是你们偷吃了他的果子。别愣着，快跑啊！哎呦！他怎么不进来？难道说
这里。秀的，走开！胆小鬼，这里除了灌木丛就是果子。别乱碰，这林子太奇怪了，指不定又冒出什么东西来。奇怪，这就是果子。这些只是花粉。好漂亮呀！这气球好可爱。哎呦，苏二，小家伙，你快点过去吧。哼，这里都是些骗小孩的东西，大惊小怪。哎，我说老板，你小时候真的不看动画片的吗？啊，我为什么要看？无聊。那你的童年也太没有乐趣了。怎么了，老板？出什么事了？没事。真想给你的嘴上装个拉链。俺叫熊二，你叫啥名字呀？我叫娜雅。俺叫熊大。我叫光头强。别人都叫我强哥。对了，这羽毛俺以前好像见过，爷爷留给我的。你难道小时候救俺们的就是你爷爷？这么一说，你是鹿族人。是猴头菇精灵，差点被我踩到了。树爷爷说，快要下雨了。树爷爷，树不可能会说话，它没有大脑，没有嘴巴，也没有语言系统。你也没有，就你话嘴多。我只相信科学，你这种人怎么会懂？Yeah.
看青草穿白雪，听见森林的音乐，忽然发现陌生世界，天上湖蓝色湖，这旅途往前一步，迷雾深处每一声心跳，每呼吸一秒，去找寻自己的骄傲，看得到花开的美好，萤火在燃烧，往前飞，穿过云霄，看满天星光在闪耀，多渺小也要去奔跑。风轻吻地平线，阳光跳舞和蝴蝶，每个明天都是冒险。天上湖蓝色雾，这条路每秒清楚，日落日出每一下心跳，每呼吸一秒，去找寻自己的骄傲，看得到花开的美好，萤火在燃烧，往前飞，穿过云霄，看满天星光在闪耀，多渺小也要去奔跑。真好听，这是爷爷教我的，他现在和大陆在一起。大陆？嗯，爷爷说从前森林里有好多大陆，我们生活在一起，有不好的事情发生，吹海螺，大陆就会来保护我们。相信大陆还在森林。娜雅，你知道金鹿角吗？知道。他在哪儿？大陆去天国了，鹿角都会放在鹿木山谷，金鹿角就在那儿。那帮坏人就是冲着他来的。他们。你放心，保护鹿角熊熊有责。有俺们在，谁都别想拿走他。哎呦，终于有个熊样了啊。一直都有熊样。
小铁，小铁，小铁，你咋的了？咋的了，小铁？让俺看看。小铁，他好像是关机了。俺记得这儿有个开关。小铁，发生啥事了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哎，怎么了？地图被偷走了。光头强呢？那一定是光头强把地图偷走了。什么？金鹿角，金鹿角，金鹿角是我的了。谢谢你啊，大舌头。哎，等等，等等，等等。我们来做个交易吧，你把金鹿角给我弄回来，我保证你有花不完的钱。走开，把地图交出来吧。地图？什么地图啊？给我老实点。给你。记得帮我交水电费。想跟我强哥抢地图没那么容易。谁拉我？怎么会冒出一只脚来？哎呦，谁有本事出来单挑？喂，那是我的地图，把地图还给我。大熊啊，把地图还给俺们。郭头强，你们都来了，你为啥要偷走地图？我。你说过要保护金鹿角的。你真是个骗子！先假装帮助我，再趁我不备偷走地图，抢走金鹿角。人们相信你，把你当朋友，你咋可以这样？光头强，你太让俺们失望了。妈，我在这挺好的，你放心吧。就是个自私的家伙。妈，我今年就不回家过年了。你这样跟那些强盗有啥区别？光头强，这月工资你别想拿了。够了。没错，我自私，我是强盗，我出卖朋友，我就是一个连树都砍不好的穷光蛋，每天累死累活的，到头来连张回家的火车票都买不起。光头强，不要碰我！你们根本什么都不懂，凭什么教训我？只要我拿到了金鹿角，我就再也不用过这种生活了。走吧，熊二。强，我刚才检测到你的血压和肾上腺素已经到达顶峰，小心引发中风。给我个支点，我将撬动地球；给我个机会，我将扭转命运。命运。干什么？银河茫茫，你抬头仰望，我像流星绽放着悲伤。你说何时能照亮虚空的形状
和家乡。青春喧嚣，破碎的坚强，念念不忘平行的时光，我们的疯狂，年轻的倔强，要珍藏。说好要到达的地方，怎么剩我独自流浪？不知不觉，不声不响，昨日如梦一场，地图上消失的方向，我该如何寻访？万水千山，总有分离，总有成长。万水千山，也有欢喜，也有忧伤。谢谢你们。别的路吗？没了。都怪光头强，要不是他，事情就不会是这样了。不过要是他在的话，也许真的有办法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都振作起来，咱们一块儿想想办法。咱们一路走来历尽了千辛万苦，就是为了保护金鹿角。不管前方会遇到什么，大伙儿都要坚持走下去。可咋才能过去呀？哎哎，兄弟兄弟啊！天哪，这就是金鹿角啊！啊，我来了，宝贝！哎，怎么敢耍我？狠的试试。原来如此，金鹿角蕴藏的能量催生出了一个强大的引力场，导致了空间扭曲。这能不倒？让我来创造一个小小的虫洞吧。
感觉好极了。哎，不是吧？哎，没想到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哎！那这个看你怎么躲。有心思看别的地方。你们能躲到什么时候？感觉全身充满了力量。新装备果然不一样，啊，怎么少了一个？别让他过去，小蝶。全部都是我的！
怎么会这样？Thank you.
神奇了。森林。老天，你不是太和金做的吗？我都讲，咱们该走了。Be free and unafraid.